400块钱选只波美啊。大家好，我是吕哥啊，今天来到沛县的一个宠物市场，给一个粉丝选只波美啊，然后带着这个侧板啊，看能不能找一只啊，500以内帮他安排一条啊。这边有一窝金毛犬啊，这种金毛犬的话是沙金的颜色啊，体相比较好，精神也挺好的。这个金毛犬来到那边看看去啊，这边有萨摩啊，这是雄满萨摩啊，这种狗的话长大是很好看的，很多小女生比较喜欢养这种狗啊。这是啥？铁包金的叫波美，铁包金的颜色啊，黑色和黄色结合的，叫铁包金的。这边是一些养殖户啊，自己家养的狗自己来卖的，这边价格的话应该合适一点啊。咋回事这是？盗金毛了呗这？他就是个有这个延时帽，那就是那个来历长的，我这个整个这个这个。哦。你抱来我看看啊，这多少钱这拉布拉多？你抱来我看看，多少钱？有多少钱这是？啊。要价八张。要价八张，你卖多少钱啊？卖多少？这个这种拉拉不错啊，奶白色的拉布拉多。想跟你，想跟你合作。我看看这个，哦，牙挺大了啊。想跟你合作。多少钱啊？600啊。600块钱拉不拉多钱啊？这种拉也不错啊。又打了，你想也遇到地不平，那你报2600。杜宾犬啊。我给报2000。你得给人留来讲，人没利。杜宾犬啊，杜宾犬。一年利没有。涨价了，来来来。这1400，1400。没找到波美啊？这个必须见到的，考虑的。这是啥？秋田，这边是土狗啊，土狗。咱这边找到两只小波美啊，一点裂痕都没有。这个笼子里面有一只耳朵比较黄，这只还可以啊，价格便宜嘛，对不对？你看看，俺没洗澡吧？多少钱？你咋不敢洗澡？洗澡光感冒，你怎么？洗澡光感冒。我看看脸的。看看这，4000块钱能拿吧这个？你别走呀，别走呀！你给这不在家，我都不想跟你啰嗦。多少钱能拿着呢？我看看牙，看看它牙齿，看月份啊。你看大牙，哟，看看，牙都老大了啊！耳朵还没立起来呢，要立起来耳朵就好看了。你坐上那边。多少钱拿这个？多少钱？700块钱行了吗？700啊？啊。700不要，450我拿了行吗？450。行了，我看看，是个母的吧？要母的啊？嗯，是母的。母的。你看一点裂痕都没有。没裂痕，够不孬。行吧，不行我就走那里了。你拿去吧。多少钱的呢？650行吗？650。再给我再给你妈不是？涨钱了吧，宝妹啊？哎呦，人家都1000多，操！我自己贵，我也不。1000多，谁家卖？人家1000多，人家一品相好哟。我的狗质量孬吧？这也行，能拿走拿，不能拿我就走了。能拿我测下我。你给我测，你给我测量。600块钱，这老太太自己养的，老太太也不容易啊。那、你给我测下老板来。打了几针了？两针。对，还得打一针哟。还得补一针。测一下安全啊，测一下安全。应该没问题啊，这狗胖。上年纪了，瘦没劲了。你卖过了吧？还有嘞？500。来，搁哪呀？你搁这养的行呗？来，要不要？哎，好，等一下吧，等一下出结果啊。
这拉布拉多眼睛的吗？拉布拉多1000，那你买的够真贵，1000那边600块钱我都没买。哎，等一下出结果啊！这边的人，市场的人特别多啊，有卖狗的，有转着玩的，还有一些做代购的，人特别多啊。有喜欢的什么品种可以留言啊。结果出来了啊，没问题，咱拿着把它发过去啊。坐坐坐，拉走了啊！啊，突然，哎呦，这几斤？大概12个左右。